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在这即将临近圣诞节和年末期间，我们华人朋友正迎来一个重要的节气——冬至。冬至通常在每年的12月21日或22日，夜晚的时间最长，白天最短，标志着阳光逐渐减弱，代表着正式进入冬季。冬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一个凝聚家庭情感和注重养生的时节。古人对冬至有着独特的注重，特别是在养生方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是如何在这个季节里呵护自己的身心灵的吧。古人在冬至注重养生方面，通常包括以下一些细节。一、饮食调理。古人认为冬至是寒冷季节的开始，要特别注意保暖并补充热量，因此饮食上会注重进食高热量高营养的食物，如梨、核桃、蜂蜜等，同时一些地区会有吃汤圆、饺子等特定的饮食习惯，寓意着家庭的和谐和好运。二、穿住保暖。在冬至这一节气，古人非常重视保暖，衣着上会增加衣物的厚度，穿上羊毛、棉袄等保暖的衣物，以防止寒冷天气对身体的侵害。三、起居调整。古人在冬至也会调整日常的起居生活，晚间更加注重保暖，提倡早睡早起，以保持身体的健康。四、适量运动。尽管冬天寒冷，但古人仍然鼓励进行适量的室内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五、按摩保健。古代中国的按摩和保健理念十分丰富，一些按摩方法被视为对抗寒冷天气的有效手段，例如使用热水袋按摩特定穴位，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气血运行。六、草药调理。古人常常使用中药草来调理身体，以应对冬季的寒冷，例如人们可能会饮用一些具有温暖作用的中药汤剂，如生姜汤，以增强体内的阳气。冬至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浓厚的家庭情感、养生意义，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变化的敏感和尊重。顺时养生是古老而智慧的生活理念，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人观察自然界的变化，发现天地万物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人体也同样受到四时气候的影响。冬季寒冷，要保暖补充营养，防止寒邪侵袭，顺应自然的节律，调整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有助于调整身体的生理时钟，提高身体免疫力和代谢水平，便能维持健康，延年益寿，活出健康自然美。祝愿大家冬至快乐。